你们快看，有人要跳楼。真的有人在楼顶，好危险。什么？居然有人跳楼？我红色闪电兔绝对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。发生什么事了？闪电兔，上面有个人要跳楼，穿着一身蓝衣服，好像是蓝色妖姬。快看，他要跳了。我来救你。蓝色妖姬，发生了什么事？你为什么想不开？小五，樱花小镇的人太让我伤心了，我现在不管走到哪里都被人讨厌。蓝色妖姬，这里不需要你，你快滚出樱花小镇。我这里不卖东西给你，你快出去。你不要来我的店里吃饭，我不喜欢你。蓝色妖姬大笨蛋，滚出樱花小镇。我真的不知道我做错了什么，他们为什么忽然这么讨厌我。蓝色妖姬，你误会大家了，你知道吗？樱花小镇最近潜伏了很多入侵者，他们会扮成小镇居民的样子来捣乱，那些讨厌你的人就是他们假扮的，目的就是为了把你赶出樱花小镇。原来是这样，那我真是误会大家了，这些可恶的入侵者想方设法要把守护者们赶走，好占领樱花小镇，我不会让他们得逞的，我以后会更加努力地保护樱花小镇。